你应该是没到的吧？啊，你没到吧？啊，这么秀？不要 ！No！可以跟拍小曲百姓吃饭影片吗？不行，我现在跟百姓有仇，我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这招技能，眩晕之剑。这招技能我花了500,000做出来，对啊，单位是什么不要问。这招技能我花了500,000做出来，做出来之后呢，天堂它会在你身上多出那本技能书，你点两下身上会发光，叮，就是学到那个技能。然后做出来，我想亲手把那个技能按下去，我想亲手学，就很像你花了大把钱签了一台车，你想要亲手，你想要感受那引擎发动的声音一样。或者你好辛辛苦苦花了30年，辛苦读书，辛苦工作，存钱买车买房，好不容易好说歹说交到了你一个女朋友，你在晚上想要跟她洞房的时候，想要亲手的时候，然后百姓把我那个技能按掉了，百姓说：“哎，大哥，我要看，哇，这个技能是什么？”他点下去，学掉了，50万，他亲手把我按掉，然后拍谁啊？怎么按到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啊，从今天开始我是百姓黑啊，不要在我的频道提到百姓，我会想到那段痛苦的过去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麻烦一下，谢谢，真的，他当场按下去，我脸都绿了，我不能打他，我能打他吗？我能吗？我能吗？他亲手把他按了，我全场都在笑。那天我家大概9个人吧，9个人都笑疯了，只有我愣在那，傻傻的看着他，看着百姓无辜的表情，然后露出他的下巴跟门牙。拍谁？然后手里还拿着手机在录动态，准备要发 IG。啊，怎么又是这个鸡巴阵容啊！我不玩了，我要跳了，这玩不了吧？算了，随便啦。所以这些人一点就在戳了，但没有关系，反正再戳的队友我们都遇过了，怕什么？中路一大师，我不知道他们在戳了，但反正我们今晚啊，这个被归掉到连败组，你看这个就知道了，看队友的阵容就知道我们是连败组，所以在连败组要做一件事情，队友很可能会坑，但是你不要被他影响，我们心态不要炸。然后我们也尽量减少 gank 的比例，啊，因为你 gank 啊是给孤儿优势。你看一下，有一局卡拉丁，我帮他帮得淋漓尽致，炮车打到一滴，我故意收刀给他吃炮车尾刀，然后他干嘛？疯狂送，拿一堆人头优势去送。所以这种孤儿局呢，尽量自私一点，比较容易赢。是白痴吗？你好可怜哦，可悲。鬼子拉手啊，最后一下没打下去，有点可惜。杀掉了吗 ？OK， 一换二，还守住蟹了。哇，下路 AD 怎么？啊，这手，哇！算一下回家的时间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要直接走出来闹啊！直接走出来闹，哇！老大，可以，完美，闹到 ED 还杀到辅助 ，Amazing Jungle 了，顺利的刷到6级，还可以买战神，这个河蟹是一定没了，不用浪费时间看，赶快回买，补个血。搞下后吃龙，不过面对这样的中野，其实也挺容易的。你直接买一把心魔剑，他们就难你一折了。所以这把我会直接买一把心魔剑，我并不会直接上黑切，因为他们这中野都薄皮啊，你上黑切没意义。蹲了 ，nice， 他只有5级，可以打。秒。清起来，切起来了！
AD 直接死，我们直接拿谢根龙。 哇，你别这么贪呐，艾希，帮我打龙啊！我拿你拿鸡皮，那阿卡丽达就死光了，我操你妈 ！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哎呀，这个 AD 真的他妈自私到不可思议，那是自私到不可思议！哦，中了，中了，哦，哦，吃黑，哦，哦，来吗？ 真给，真给了，哈哈，真给！你看这艾希做了什么？从头到尾他妈就射一发、啊，哇，射的蛮准的、啊，算是 MVP 这个大典。但他其实是废物，你知道吗？英雄联盟刺激好玩就是这样。这艾希耍虽然耍废了，但他随手一发大绝，却是这场游戏的关键。哈哈哈，但是超废的、啊，他为了拿这160把辅助害死，我也差点死啊。他让一个状态不好的打野跟辅助来扛这地龙。 不来帮打，这是孤儿来的，怎么难怪呢？还玩艾希，我艾希这时候一定不会吃塔皮啊，绝对帮打龙的。我这么孤儿吗？吃完之后再回家最爽啊！哎呀，就闪灯了，你不信我？真的，大家注意啊！打野在做事，你就不要做啊！打野在做事，你就不要装逼啊！你就乖乖让打野做事，刷兵就好了。你装逼？ 你想一下，你打野在做事啊，对面打野不见，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对面打野准备要搞你啊！1500元呢，嗯，这把挺顺的，小心魔剑放着，上黑切泡泡，然后死亡之舞，游戏结束。因为这把买了小心魔剑啊，这理由是买了小心魔剑呢，你就没有办法买绿装了，绿装的盾跟心魔剑是重叠的。 我们买了攻速鞋，补足我们可能团战不足的攻速，而且我们很顺风啊！攻速鞋在格雷夫斯很顺风的时候，刷怪起来会很顺，带风向会节奏会更舒服。嗯？啊、你在哭吗？我操！ 什么东西啊！你要搞吗？啊，走走走走走，兄弟，别别别别碰我，就到他了。我们直接来推上，直接来推上。我们带着儿子来推上。现在只有艾克能守，但、其实不太好了。蹲一下吧，没来的话哦，我要出来了。跟他做，跟他做。 关键输出，你别死，干你娘的是猪吗？你没大，你应该是没大的吧？啊，你没大，这么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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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o， 一个赞，可怜，谁可怜？弹过去回家，拜。 到喽！鬼子操，兄弟们，鬼子操！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我可以在他脸上回家。<笑>嗯，好玩好玩。这个吃完我会买一些，就可以暴打欧拉夫了。差50哎，悲剧往往都是这样开始的，所以我们要很谨慎，非常谨慎的赚这50块。来。 直接暴打，他直接被我打傻，他直接被我打傻，直接把你轰掉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一手，兄弟们，有一手吧？哦，哦，哦，别别别别别棒！哦，哎呦，Q他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有没有？小心死则万年船啊！我们只是想赚50块，却从欧拉夫身上赚了500块，忍耐。 忍耐的奥义，兄弟们，这时候就是要忍耐。这节奏躺着打，这个打野根本没得混啊，他混不了了。这打野，我看到没有人来？有有有，强力拉扯，干嘛？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<笑>
不是啊，我的队友嘞哈！妈的，真的要这样吗？我要这样才能赢吗？欸，这有点离谱了吧？我做超多事，他妈我一个打十个，我不夸张，我一个打十个吧，我一个打十个才能赢啊！我操！啊，没事没事。上路又在搓241，这虽然 AD 呢变成一个正常的了，但我们上路啊依然是个孤儿。这我绝对不帮啊，这低能的一个，帮你丢个黑黑最多了，帮你这种废物简直是浪费我的生命，真的，帮你甩个 W 已经是极限了，你这种智商就是应该下去啊，滚回温泉好好反省。251，操你妈！打野727，你可以251、256、257、28、29、31，你给我下去！别打，啊，少一个人呐，啊！好吧，这个一打四相当有自信，你不要耍狂啊！你疯了吧，一打四哦！你真的以为你是？你以为你是我？你以为你是我？可别！真的以为你是我，啊，我一定要尾他，我一定要尾他去你！哎，碎了露露 ，nice！ 不要给这畜生人头，啊，给这畜生人头只是重置300块啊！我们相当的有共识，大家都有看出谁是废物啊，都有一致的共识，不给他头 ，money money， 完美的配装，完美的出装逻辑与套路，太惊人了，我这个智商。起来，什么意思啊？这艾克真的是没妈妈，欸，真的没有妈妈，欸，他直接开送，欸，不演嘞，欸。对面不投也是把蹦的，嗯嗯，你们要发飙吗？不，嗯。嗯，摸不到人。摸不到人，哭啊，哭啊，哭啊！摸不到人，手好短啊。阿特波波呢？波波是谁？不认识波波。AD 一打二，值得我给你个赞。有笔钱投资在买房，我建议你啊，学会投资之前呢，先学会投胎，你的人生会过得不一样。